你这小妖女，你竟然把小妃那个小妖女给勾走了！你别左一句小妖女，右一句小妖女，靖哥哥都已经认错了，你还想干嘛呀？蓉儿，别说了，你只要跟这个小妖女在一起，就别认我这个师傅。这不是切磋武艺，是替夫报仇。这儿中毒了，吴镇长可以克他。爹，您就让他杀了我吧。 谁是你爹？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投币爽爽口软糖，《射雕英雄传》。